小朋友啊，你们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菜吗？明明是大杂烩，为什么要叫做佛跳墙呢？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就叫我讲给你们听吧。小爷们小和尚逃光光，袈裟的配神当，小木鱼敲着咚咚响，眼睛又呀嘛又烧香。忽然吹来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，是什么味道呀这么香？他坐不住呀，小木鱼又要有一旁。